灭生死，灭灭道，一念大患永灭，超越道故，水流凡涅盘入清净，灭情道苦，水流是灭见，是定沙。 都是分段变异，两种性素解脱，用心听，用心看，灭性素明密度一 大繁因灭，这是咱修行者爱尽用心探讨。听起来真粗俗，无噶啦会清楚，但是呢，在咱嘅生命中。 是分苗，都无离开咱的生命体，灭 <noise>，成熟、灭 <noise> 度，这就是咱的身体啦。从出世迄一天开始，咱的身体啦。 无不多是在心定当下，我们啊，来的生命啊，就是安尼不断成长，不断灭掉去，这种心定当下，生的出来。 过退废掉去，对他的身体内，都是安尼的过错，以生俱来呀，迷失，迷生物啊，就是安尼的心态，就是有安尼的心态，即、这个幸运，来。 则有法导致又肥又细，随着不自觉啦，即、这个幸运性别化。那随着时间岁月，安尼，咱的身体嘛伫个变化，少又少。 一直到现在啦，少、中、老年，这种是，伫咱生落来诶第一刻，迄个刹那接触，形运，就是安尼一个生命，性命。 就是安尼构造起来，对咱日常生活都是不低不假。这种美色，美色的生理法应，咱拢唔捌用心去注意伊，所以咱起码。 都还好好用心来注意咯、哦，密心、数、明、密道，这个心密法啊，你咱你心苦难精呐，在你让平时，你咧讲诶心数。 形塑呢，只是伫咱看会着诶，抽象，这个身体的。哎呀，这个、老人家呀，伊的名是伫这个老人家是伫近归年才开始浮现。 这个人诶，名称叫做老啦，也一二十的疫情呢、通年诶，以前呢还是壮年，再骨较头前去，那就是少年，再较头前。啊，囡仔啦，讲一个人。 确实呢，红孩啊，囡仔啊，少年人啊，中年人哦，中年老年啊，总是呢，就是安尼，随着岁月啦，明清自然变化，这就够个。 心术，那就有心术，一几号都开始咧，哎，准备咯，年纪大，爱准备咯，是啊，爱准备咯。其实，敢是年纪大爱准备，佛法托讲。 无常最开叹就是无常，何咱不觉的啦？是啥物时阵啦、啊？毋知。年龄无限，总是呢，即种无常来时，不限年龄啊，这样子。 可是，是可能是不舍，但是那想到无常，毋知多一工，任何一个人年龄无限，唔知伫多一工，这好人紧张，这也是。 佛陀所讲的苦，是啊，就是烦恼，就是苦。会惊呀，也那唔捌道理呢，啊，就是安尼过，安尼过啦。未识在人间，了解道理呢，也知知样无常诶名称。 知影生命生死苦，但是唔知道无常啥物事，即就是人生烦恼啊，所以有烦恼，有烦恼啊，烦恼就是担忧啦。 要烦恼呢，是放不下，这心浅是无讲。不管是烦恼、烦恼担忧，心未爽快，总是呢，艰苦啦。所以，佛都讲苦啊，是苦。 烦恼再加上无明，这无明啊。比烦恼较重的叫做无明。因为烦恼，烦恼是现在的代志，无明呢是带着过去作业伫现在，即款的无明。 他错了，他唔知，唔知呀在咧做代志嘅以外，阁有道理，所以伊唔捌你，他不断的做假，看那，看那看的形象表面享受。 毋知影家己所做做的是虾米代志？无看着人间偌济苦难，不见苦啦，为贪基友，这拢总是毋知影生命啦，诶，道理，所以，他。 的无明中不断造业，造业的过程中，家己错，也个认为是别人。这种的无明，搁在加上起根本的道理啊，弄错埋啦。 拢一直一丁一丁砍掉嘞，砍掉嘞了后呢，迄个气啦还是树叶，所以根本就无道理好讲。毋是毋是买主啦，也阁会有辦法度一丁一丁拍开，会当介减少。 但是习骨较难，习就是做美，事。一生带来，甲咱的这个灭，迄种心定大下，与生俱来，这种嘅心态啦，是共款。所以，咱。 带着无明心进来，第阿尼的生态中，遐尼正美。失啦。爸母生落来，咱嘛是不觉不,得不地，不觉地迄个迷心分的變，心定台下。 一种咱拢毋知，对辛苦带来，对压力带来，压力带来呢无名血诶清气；辛苦带来呢，就是安尼心定带下一生念佛，咱就是爱告诫最后抽象。初 实体诶形态啊，病啦，会挂落去无，会死无，这时阵形态初上出现，才知影，毋是生便是死，这是一般诶凡夫啦。但是呢，修行者要追求诶。 就是成事了后，极、就、台是多咱会当，多悲叹去，因为呢，咱平时生活中，虽然咱接触佛法，虽然这诶道理咱拢总知啊，在道理呢？ 咱有用伫日常生活无？道理有已经培养成了习惯，好个习惯。过去个歹脾气、歹习惯，咱有改气地调去啊无？性地有改无？待人接物太多有变无？观念思想。 有正确无？这就是咱日常生活。听完了后，伫生活中待人接物，咱有做到无？这叫做修行。修行培养出了过去的无名习气，拢已经调服调去啊啦！ 好的习气、善的态度，咱已经成为呢。即就是咱的生活，即叫做修行。咱的生活一直伫咧结好缘啊，即那结了好缘、恶缘啊，过去已经习气解啊，解完习结。 对咱无好印象的人，咱伫伊的生命中也已经呢，咱互伊的印象伊嘛已经，甲咱转变过来啊，万难万难困难，现在也已经转变了，转变成了感动感恩。 哦，阮两个即卖真好啊！呢，这著是已经灭去了过去的恶因缘，现在已经是好因缘啦。那彼此之间搁较亲一嘞，互相论道啊，你也爱清楚。 那来人间就是阿弥，能共同来修行，接受佛法。那我婆罗门六道不借婆罗门，同时修福修慧。那来,来同行能彼此鼓励。那阿弥呢？ 这世人而且咧，生灭灭，成数灭多，那安尼那都家己自度啊啦，自度都无个修着。安尼因缘无明，甲咱绑掉了，隐隐但转世生地啦。 好的缘，清净的缘；咱的心愿一言，宏誓缘。再来临家那，就是好因缘啦。这就是咱爱要修行，精熬处事，咱也真清楚透彻，一然大凡英变。 也一当讲，即烦恼无明啦，摄自然啦，难伫咱逐工诶日常生活中把握分秒，好好改变咱家己诶态度，改变咱过去恶诶习惯，咱安怎样在人间？ 去付出，所以一直讲把握时间，利用生命。搁有偌久个时间，好予咱了解咱个生命呢？搁有偌久个时间了解了后，互咱去除烦恼无明，无障碍，无有执着，安尼。 害人折物已经改变了过去无明结的恶缘，改成现在。这若无及时啦，把握因缘，调整好咱的心态，真正咱将无常一来啦，带去的是无明结的种子。 大来心，所以应该这两句，那会当真清楚啦。对生命的看法，都阁进一步的了解。虽然爱超越多个思量，盘列盘入清点。 盘了盘那就是大自在咯。到最后一关头，咱尽平安，不慌张，无贪乱，自知是知啦。安享入民，咱的身心已清净呐、啊，咱咱一念。这 智慧回归啦，回归未来诶生命。所以清净，真干净，无带烦恼，无名镜，真洒脱，静就清净。所以灭将渡苦，水流。 但是啊，哎，灭掉了一切障碍啊，这障碍，伫多位咧，甲咱障碍；人事物咧，甲咱障碍。咱啊，以人无情，以事无情，以事无情，自然呢，回归道理，就无障碍啊。所以，那会当安尼是。 未见书，定沙；见书，见都是糟啦，这、就、些、是啊、咱来烦恼啦。书，那就是无明啦、啊，想入非非呀。定沙就是邪，见书邪，这、就是、啊、烦恼。 不明，这就是咱要真清楚。这的烦恼咱拢去底啦？多是分段成熟、变异成熟，这两种的成熟解脱。咱反复这个词叫做分段成熟 开始要修行啦，了解啦，就反复一世人一世人，安尼分段一个成死，前生、初世、来生，就亲像安尼呢，一直点咧循环了。到底，是啊，人生还是畜生？ 是觉醒心呢？是人物还是动物啊？随着咱的业力在迄个心伫咧流转，咱爱静精神吼，哎，目睭被禁啦，内心由不得自己，已经咧伫虾米款的境界去咯。这是咱爱情精神。 所以，分段由不得自己，变异呢，是咱的心态，心态一变异，又因咱去做作恶业，又因咱踏入呢无名陷阱，这拢总是真可怕，所以。 即拢是伫迷惘中个众生，虽然奈个回头倒转来，知影了解灭灭生死即个灭道，咱会若个知影，咱就会当坚信，咱应该爱断，知影人生苦个大患。 一源头，所以咱爱修行，所以讲起来，一段文，其实是甲咱的性命、甲咱的现在、甲咱的未来，等等，拢是密切的关系。所以修行是爱用心啦，所以枢纽啦。 流而不还谓之流，伊个名称叫做流。 真要了解，为众生有三业所流转，三业见思业、定三业、无名业，又见起烦恼呐，有烦恼起无名，有无名呢起业。真、这个、呢，一旦有，就亲像这个礼 一老落去呢，都无法度搁再回返，难回返倒来。所以啊，所流转漂泊在三界，就是尼漂泊在三界中亡啦，要搁求倒倒来呢，真难咯。不能佛，要个倒倒来孽凡间呐，要安静落来，真难咯。 这个素流哈，也、嗯、叫做素爱，实在是素薄流素爱，那就是合友情。这个流啦、啊，就是流伫这个友情的众生的内底，受种种苦，所以叫做爱，因为一牵连到这个物件。 就亲像牛车、马车，伊爱拖车。牛佮马呢，若无有即个物件，会伫牛啊马的筋骨吼，筋甲暗骨啊。迄个所在，根本甲即台车都无连接着。所以，即台车要甲迄只牛，就是呢需要。 中央迄支花迎啦，所以叫做一、欸、好，那、啊、这就是一个连接啦、啊。啊，因为伊甲虾物连接，甲友情连接，就是甲迄只牛、甲迄只马连接着，开始做落去，不管你走到倒位去，迄台车是对伊安怎行去？ 来得呢，越走越远啦、啊，这物件越淡来越沉重啊。原来是叫做素薄荷呢。 那就是业业，所以迄个业业啊，才会烦恼无明拢造起来啊，迄、那个业业愈来愈大，哇！那个、开始呢，亲像涌泉共快，唔是干那轻轻涌出来，是喷出来，亲像火山爆发。 一无法，都无法度知足啦。呐，喷去去面顶，流倒落来，真多吼。即种无名飘物，众生安尼流转呐。总共一句，咱咧无名血啦，互咱众生咧。 生生世世，都是在这个无明习中，伫咧做苦受难，苦不堪。幸运啊，咱得闻佛法，得人心，所以咱要真珍惜佛法，已经听到了人心呢。 也丢掉啦，咱着好好把握即个人生，好好呢时间利用，过一日减一日，咱来赶紧呢，每一工听一行，爱记忆伫心里，直才有法度，发累积伫你个心中。 思论会当去除烦恼无明，改变咱过去诶习气态度。爱清净，安怎样？尽咱诶责任。那安怎样改变态度？这就是咱要修行，这是真现实诶修行方法，请逐个人要用心啊。 前面的文哦，伊都啊！是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若做若立，若兴处，处中便应起他一切天人皆应供养如佛起塔，都爱真用心来体会哦。 那，这已经甲咱讲清楚啦。一段文是安尼众生啦，好好用心，咱已经接受到伫咧修行，修行，毋是干那其他的件。这里、个、其他做经棚，经会也讲过去咯。 是爱将咱安尼诶心来虔诚供养，只要即个精神法所在诶地方，他就是佛诶全身，佛诶全身，就是已经他完成啦，所以咱爱好好将佛法啊，诶精神呢。 可以完整，随着咱到什么所在，即、这个完整的法就是伫迄个所在，这个、就如佛在完成了它。请、这、请、个、大家爱真记忆，遮里遮最多诶一文啊，无不都是讲伫遮。 字面上呢，好亲像拢是乞讨，一点仔无注意啦，就会落入了有形乞讨。其他這在这长诶时间诶内底，则有几段甲咱讲是行诶道场，是咱爱身体力行啊，即种行诶境界。 行为诶规则，修行为佛法，为众生诶结果，定义修塔，其实共款诶道理，爱记忆着。接落来一段文啦，就讲你是世尊欲重选处意，意说。 既然入我灭度后，能奉持此经，庶人服无量，如上之所 <noise> 大、啊、说。这段文啦，就是讲伊佛灭度了后啦，那会当持此经，如法来修持。 这是再个甲咱交代吼，这是基本，因为呢，佛读再重复啦，前面的文，前面的道理呢是真重要，所以道理重要，这都是需要咱爱搁再重复吼，来了解，所以爱重复再说。 吼、哦，这就是，那、啊、爱清楚、爱了解啦，所以接下来，私人服务量如上是所善。 怎样讲说？学佛啊，实在是爱真珍惜。哦、嗯。那咱既然知佛已经年纪大了，开始准备要入灭了，开始呢讲这部经啦。希望这部经呢是英雄，英雄在人间。 所以呢，佛陀真在意的《即部经》呢，存于世间人。所以，俗人这个人真认真,真，有一伊知心怀，就是讲咱那会当了解佛的心怀，因为《这部经》。 是佛心所怀念的，咱应该爱清清楚，佛陀将伊内心所保护着、所怀念的一、这个，尽完整的教法、已经向众生报答啦。咱应该爱尽殷勤受用。 要赶紧接受落来，要用啦，因为佛陀已经是伫最后呢，用心伫咧传化，咱应该要了解佛的心怀，入佛的智见，这是足重要。所以安尼，私人服务量，那了解啦。 安尼诶修行者，如上之所说，他真正是敬佛心意，真贴近佛心。他到处都是如佛心，都、就是如佛他在，所以如上之所说哦，即、这个、人都是修行者，都、就是。 啊！呢，所以如是持法人，以次向渐进道场，真正如法修持的人啦，不多讲，即、这个人已经呢，伊嘅方向正确啦，已经次向渐进道场咯，当做导师。 他亲像佛多修行已经差不多完全啦，坐伫迄个菩提树下，在伫迄个所在，好好静默思维，终于伫迄刻啦，夜度明天呀，与天地合一，共谋啦。 即种本觉与天地合一起来，发光发亮啊！这就是大树，即丛树卡，一定拢种咧弯道修行啦。行行者已经来到遮啦，就是最后诶，这个点，伫迄个所在停下了，心凝聚起来。 四克到自然呢，心光与心光啊，心的辉光甲天上诶心光，安、啊、尼接触着呢，灿烂甲无啦，这都是道场，等待，人人修行都、就是爱等待即刻，咱的心啊，拢完全呢。 慧光开始现前啦，即个事咱就会当做到事下。所以世尊，只个道理讲甲正清楚，甲即段文呢，伊再重宣吼，接落来再即段文再讲，嗯、四智为具足，一切诸经用。 以舍利起塔，七宝之庄严，标出心骨空，渐消智慧天，波棱千万亿，洪动出妙音。一段细节为基住，会当头体会了解呢。 佛所说法诶意义，甚至呢，嘛是身体力行，福慧兼行啊呐，已经气象道场啊呐，即、這个人已经具足，方法拢差不多在，所以即个人应该所有爱供用诶伊诶身体力行。 形个功用，它拢有做到，所以呢，以下的其他下里，就是佛的法身，伊个微流落来呢，伊个智慧个结晶，伫有物质体来讲，是佛陀火化了后的骨，也真正呢，真正。 下礼是佛的慧命，法心慧命，法心就是了解佛法；报身是修行圆满，化身在人间。结束了后呢，迄个结晶精神理念就是下礼，所以以七宝而庄严，七宝。 就是咱伫咧修行啊，三十七座道品已经讲过啊，用七角字来代表，即叫做七宝。三十七座道品，每一项诶色目啦、啊，拢是咱爱修诶行，所以安尼来庄严一个修行者诶行义啦、啊。 就是这是安尼三十七座道品，咱了解，咱若会当清楚了解，真世末个代志，咱著清楚啦。啊，安尼，咱诶即生活个乐意啦，咱自然著过得庄严。即是行吼、哦、修行个功用，佛陀所教法啦。 那用在咱的日常生活中。 是行、静、敬、佛、法精，这是用咱的性啦来敬佛、敬法、敬经吼。那世事一切执着，那、啊、所有的呢，一生活用即个性啦来经营、啊。看看，经书得做啊。 大家人，当来在咱个大家庭，虾米工课都做，进出都真有规则。这就是幸的教育，这就是一个家庭来做，做一个家庭，同款的道理，也是降福发情。同款啊，这都是内外合。 吼，自以自行持经啦，这都是啊。在这个真理诶道场内底，若如归如律啊，依照教法安尼伫咧行，修持诸善法，该所该做诶逐个人拢安尼伫咧做，安尼伫咧身体力行， 如意七宝之庄严，用遮诶法来身体力行呢，都亲像用七宝、金银琉璃、顶顶玄瑚、顶顶，遮诶拢是宝啊，来庄严。即伫经典拢定定看着那所以起七宝塔吼合起如来全身塔吼。哦 这就是用法，如法修行啦，身心,心合一，真正是用安呢平乐意来用用，所以表要心高狂，减少自怨天呐。 这就是爱，好好咱用心发心修行，如同乞讨，渐渐精进，咱把握时间，利用生命力，咱爱用功啦，著，亲像乞讨，都爱拍基础，浮出地面。 塔一层贴过一层，古早的建筑啊，要互伊安稳，就是爱地大，那愈来愈收，愈来愈收，收到面顶去，愈悬呐，收愈悬，伊呢愈悬个面顶呢，啊，就是愈尖，即亲像伫咧其他共款。 所以，愈修愈精，愈精愈纯，这就是咱哎，有功啊。器用大道至高咱修大圣法，大圣菩提道，得一条路真进。 咱若倚伫车，要看到即条真直的路到尾啊去呢？你会看到哇，即条路若会直直缩缩到尾啊遐，缩到咱无看到。哼，是安尼看，其实你伫咧行拢是变大条，同款伫下面一直看到面顶去哩，愈看。 看起来如小，其实啊是大。从低站看到最顶层。所以修行成活是无上正等正觉。和你未看到顶情况，那就是自苦啦。这。 是气相，那气相呢？要按怎气相啊？最初，相是名为减小，咱初中的烦恼，那修行啊，初中的烦恼啦，那都要哪气下，哪气下。咱的进入本性，真真实，咱的进入 慢慢展现出来，所以粗的拢去掉，精的呢慢慢显出来。这叫做背粗向细，名为渐小。咱那是一个无名一来，就是背角合顶，也咱即码呢已经了解啦。 背顶合格，所以背顶合格，顶就是初，角就是细。那真如本性是真精细，所以咱爱真用心，一直到迄个灭诶微细，咱都拢爱去清楚了解，是。 清净法，就是那赫尔正美食，所以一直呢，到念佛落吼，啊，你会当到甲初中的烦恼拢无啦，回归到正直清净，到念佛平安自在落吼，这叫做反天，反天呢都是清净。 单纯清净叫做梵天啦，就塔，伫咧坐塔诶形态啦，就是挂着铃铃啊，挂伫、啊、一站一站诶塔。 这个铃风那吹呢，就是会出声音。那古早是安尼啦，就是它的造型啊，就是挂着铃啊，这个铃风吹铃动啦，所以就会出声音来，就披露啦，这妙、个、音音说，归钢琴讲。 讲话嘛是伫咧唱歌啦，因为讲话有音律啦，共款诶是唱歌啊，咱都爱用认真听，毋通甲当做歌听吼，那毋通加减听是真实话，它叫做妙音。你若认真听啦，即、这个声音呢就是微妙、微妙诶音声。 伊呢是发入咱的心，在譬如念起之时名为风，咱起心动念啊，就是风啊，顿时发响起来，那叫做妙音。咱若烦恼心动，就无名风起啦。 咱若清净心呢，迄、那个风吹顿时动啦，若多微妙音啦。我即啊咧讲嘅话，我是用清净心，所以啊讲嘅法啊，拢是真正爱逐家人用心听入去，会当甲法听入心。 明确伫心法记忆中，自然呢，那落实伫生活、处事、那一人互动，咱都会当甲道理呢，会晓用伫事物吼，待人接物啊，那就会当发。 用在咱诶生活中，所以逐个人善意嘛，哎，好好刻入心版啦、啊，唤你永远在咱诶心中。这就是七宝合成啦，诶，宝塔，是佛诶，专心舍利，伫咱诶内心，佛在灵山莫远求啊。 灵山自在内心头，啊，人人都有一个灵山塔，好好向灵山塔下修啊，所以爱多用心。